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来到我们的小龙乐园。小龙啊，上个星期呢，就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就已经离开学校了。他们为什么离开学校啊？不是吧？因为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放寒假了。这次不知道。小龙啊，放寒假的这一天呢，很多学校和幼儿园还举行了很多个散学典礼，而且每个学校的散学典礼呢都不一样。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小朋友们的散学典礼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首先来到了机关二幼，机关二幼的小朋友他们的散学典礼呢是由幼儿园的叶园长亲自主持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陪同下整齐有序地参加了典礼。或许是因为快放寒假了，也或许是看到了摆在面前这么多奖品奖状，小朋友们显得特别兴奋，一个个都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散学典礼，叶园长首先表扬了这个学期以来老师的辛勤劳动和同学们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接下来就开始表扬了在不同的方面取得突出进步的小朋友，有自信、礼貌之心，爱学习、爱劳动之心。钟瑶琳小朋友在参加中山市原创音乐演唱大赛中呢，还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在典礼上，他又再次上台为大家表演。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到拥景园幼儿园看一看他们的散学典礼。拥景园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选择了以唱歌跳舞的形式来表达对这个学期所取得的进步的喜悦和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典礼上，小朋友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啊都是小朋友们利用平时的时间排练出来的，当然主要包括了集体大合唱还有舞蹈等等等等。在这天最受欢迎的节目应该是由他们的老师表演的节目了。看到平时教自己跳舞的老师在台上亲自表演，小朋友们显得格外的兴奋。在学校的操场上，小班的小朋友也举行了散学典礼。朋友们大家好，就快放寒假了，我们看看小朋友有什么安排。我寒假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但是现在还没定。我放假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去香港看我们的新家。春节带我去香港玩，那里有海洋公园，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动物，我很想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开心变变变的环节了。那今天的开心变变变有些什么内容呢？那今天的节目内容肯定是特别特别的精彩，不过呢现在我先不告诉小朋友，我们一块去我们的开心变变变看看吧。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开心变变变的时候了。没错了，那今天的科学小发现呢，我们就由孝顺和他的妈妈一起来教大家做这个可以放射糖果的糖果炮。那什么叫做糖果炮呢？我们请那个孝顺的妈妈告诉我们。糖果炮就是用糖果做炮弹，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的。糖果炮就是把这些糖果呢像子弹一样放在这个炮里面发射出去。那能发射出去吗，孝顺？可以吗？可以。那做这个糖果炮需要哪些材料呢？就是要一个这个呢，小朋友看可能不太明白，那家长看到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白色的水管，那可能在制作的时候呢就需要家长帮忙哈。那家长需要做哪些呢？把这个用条锯把这个两边都锯开一条槽，然后锯一个卡位在这里，到时候那个就作为导轨，到时候那个炮弹筒呢就在那个导轨里面往前发射。好，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就看清楚了，如果爸爸妈妈在的话呢就更加要爸爸妈妈看清楚了，因为这条水管呢要家长呢在这里锯一条槽锯到这个位置，然后呢用找一个那个管箍把它固定好，固定好这样一个位置，用来绑什么呢？用来绑皮筋。那还需要哪些道具呢？就用一个硬点的纸盒，然后在这里用刀子割开一个凹槽，然后到时候可以架那个炮弹，里面呢用不同长短的筷子，到时候可以架出不同高度的那个架子，炮弹就用不同的角度可以射出去了。还需要一个一次性的杯子，在杯子的底部呢
把它装两个洞，然后用一根棍子从这里穿过去。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糖果泡的这个泡管呢，里面放进去这个东西了。这个用来装什么的呢？就是用来装糖果的，也就是装子弹的。嗯，把它现在放到前面的位置，用橡皮筋呢把它可以装子弹啊，绑住。好，现在我们就要往里面放炮弹了，要放到杯子里面哦。好，够了。姐姐，我看看。嗯，现在里面呢已经装满了炮弹，那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利用这个皮筋的拉链呢，把这个杯子呢就固定到这个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个一边要放一个槽，那这个槽呢就是用来固定这个杯子的。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看糖果炮发射之后是什么样子了。一、二、三，放！怎么样？刚才如果小朋友们没看清楚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糖果炮再发射一次，这一次放的炮弹呢就是棉花糖，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准备啦。首先还是要把它固定在这个槽这个位置。好，准备，三、二、一，放！哇！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糖果炮呢是如何制作的，也看到了糖果炮糖果呢是如何发射出去的了。嗯，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要感谢这个糖果炮的发明者和制作者，就是孝顺和他的妈妈，还有谁啊？还有爸爸帮我们锯两边的槽。啊，关键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爸爸要把两边的槽要锯好。好了，那如果小朋友和家长呢在家里也想自己制作的话呢，就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前面所说的需要哪些材料了。好了，那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这一期的科学小发现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嗯，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小朋友一起来欣赏由机关二月的小朋友为我们表演的贺年 MTV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嗯，那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收看我们下周六的节目。好了，小龙乐园下周再见。
寒假开始了，那小朋友们都在做些什么呢？下星期我们将带小朋友去青少年宫参加那里的木偶节。怎么样，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木偶，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定也很想玩一玩了。如果你也是个木偶迷的话，那就记得留意我们下星期的节目吧。